陈若仪成了圈内外最被羡慕的全职太太了。林志颖的阳光帅气，特有的年轻气质，是多少人心目中的男神呢？林志颖帅气多金，却从不拈花惹草，给妻子陈若仪一个完美的幸福。一家五口，陈若仪在生完三个儿子后，终于揭露了陈太太这个身份的神秘面纱。陈若仪的大量生活日常照，真的给我们满满的羡慕感。陈若仪在少女期时就被定义了小林志玲的头衔，如今生完三个儿子 Kimi 和双胞胎 Jason 后，恢复的完美身材照样适合未婚林志玲本尊如出一辙，就连气质也有着惊人的神似感。林志颖一直以来都很少同框娇妻陈若仪，就连婚礼也是只邀请亲朋好友，简单一笔带过。可是一场完美的奢华婚礼永远比不上婚后茶米油盐酱醋平凡日常的精致感。林志颖陈若仪却很好的诠释了这样一份婚后甜蜜感。老夫老妻的林志颖陈若仪每一次合体出镜都像是热恋中的新婚夫妇，陈若仪挽着林志颖的手看起来那样甜蜜，再无可挑剔。陈若仪的日常美的开挂，我们可以看到林志颖经常性他会组织家庭活动，也经常带着妻子陈若仪一起去旅行。陈若仪虽然是全职太太，还是三个儿子的妈妈，却始终把自己打扮得非常时尚，幸福的生活总是多一些美的元素。精致的五官，还是一脸胶原蛋白的陈若仪，浓密的长睫毛非常惊艳我。 Kimi 已经是大男孩了，身高绝对是遗传了妈妈陈若仪，小小年纪就非常高挑了。背影照下的 Kimi 除了身高拉长了，和小时候的 Kimi 并无两样。陈若仪照顾家里的三个儿子，依旧得心应手，不止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三个儿子也在他的陪伴下成长得非常好。陈若仪绝对是温柔贤淑的娇妻一枚，林志颖恨不得宠上天了。幸福的一家五口，和谐的幸福的一起拼凑着生活中的幸福。